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怡珍，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是一道清爽无油烟的日式料理，让怀孕期间的妈妈们都能够轻轻松松享用到健康的美食，不必忍受厨房油烟的伤害。今天要示范的料理是日式山药凉面，所需要的材料有关东细面、日本山药、日式昆布酱油、等量的白开水、香松、七味粉。首先我们将山药去皮之后刨成细丝，将等量的白开水加到日式昆布酱油中，调成日式酱汁备用，放入关东细面煮大约三分钟。面条煮熟后把它捞起来，放入冰水中冰镇，冰镇后沥干水分，先拿一个碗放上少许的冰块，再放上冰镇后的面条，放上山药丝，撒上香松，七味粉，食用的时候可以搭配日式酱汁，这道日式山药凉面就完成了。